在这边我要让大家看我怎样用计算机来检查。OK，so 我现在有一个4是我的 first term 嘛，OK，然后我现在是乘减 5， 我就直接乘减 5， 它就出来的是 answer 乘减 5， 所以你看你第二个是减 20， 再按等于直接100，再按等于减 500， 再按等于2500，然后这就是它答案了。然后我2等于，然后我再乘三分之一乘 三分之一。然后我在这边我按等于，所以它是2/3，再按等于2/9，再按等于2/27，再按等于2/81，再按等于2/23，再按等于2/729。所以这一个你可以很快的用计算机来检查你的答案啦，它要到第十个的时候，你就在那边按九下啦。它就直接按等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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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它就一直在重复的乘，重复的除了了。好。这个是我们用计算机来检查答案的。然后除此之外，刚才我有讲到这个东西，2/3/2，所以你在这一边它是按了分数，上面再按分数，所以它是2/3，然后它下面再你再按横过去再按下去，2/2等于，所以答案是1/3。